Hello， 大家好。那今天是星期六晚上哈、哦，那欢迎大家。如果你有那个雀斑、黑斑、老人斑的话，今天更加要看 Gary 叶俊成的直播。他感染嗰啲落来，有一个乌斑毛、老人斑、雀斑啊，雀斑啊，喺度雀斑啊。有一个 get 落来看啊啊，欢迎大家 ，Jackie 你是第一个 ，OK。为什么呢？因为今天哦，我是真的要跟大家好好的一起去研究一下，为什么我们会有这个雀斑、老人斑呐、啊？为什么它会长在我们的脸上？然后它是怎样的形成的？可能大家都不知道，对不对？因为有时候我去做那个 facial 的时候啊，那边的那些美容师他们跟我讲，有 Gary 啊，你好像有一点雀斑哦，然后这个不医它会变黑斑，然后变老人斑的哦，然后。我想，哎呀，一点点罢了，有什么问题呢？对不对？可是他们有时候也会讲，你不医它，等下你老一点的时候呢，它会变得很严重。讲真的啦，我也不知道，你们这边有没有谁有黑斑、雀斑、老人斑，可以给我知道一下。好，那当然你要知道这个皮肤的问题呢，其实如果大家没有去留意的话呢，它只是说会越来越严重。那就算现在是我们不出门的话哦，我们的那个老人斑、雀斑，它也不会凭空消失的，对不对？它就是永远就会在你的脸上啊。那有些人为什么他40岁看起来像50岁？有些人50岁看起来像60岁，有些人70岁看起来像80岁，就是因为斑，还有其他皮肤问题啦。但是我觉得斑就是第一个哦，出来跟人家打招呼的，就是你跟人家嗨，很久没有见，然后那个黑斑就会，哎，看到我吧，看到我吗？我是黑斑的，看到看，哎呦，然后人家就噔噔。怎么有这个黑黑的？是不是吃黑酱油吃到多嘞？还是吃什么黑的东西多嘞？我不懂哦。他感染，他感染嗰啲落来，尤其是嗰啲有一个乌斑咧，嗰啲我记得啦，夹落来啊。然后啊，今天哦，你们进来的话都有机会哦，赢得就简直是可以拿到一次免费啊祛斑的护理。OK， 我拼起来先。啊 ，OK， 然后今天我有一个美女在这边，来，美女你过来这边，好，来给你们看一下 ，Hello， 噔噔，她就是这个 Shakura Pigmentation Beauty Malaysia 的 Sabrina， 美吗？大家觉得 Sabrina 美吗 ？OK， 来大家看一下哦，我们先给你看一下，你今天呢只要按那个 link 啊，我在下面的 ，OK， 那个 link 哦。你们就可以获得这个一次免费的 meal enzyme treatment， 一次祛斑护理。这个是牛奶酵素啊，免费的哈。嗨，大家好，好。然后当然，你今天如果公开分享呢，如果你今天公开分享，还有 tag 5个朋友啊，我们在节目尾声呢就会公开和、宣布谁可以赢取，就是5600令吉价值10次的祛斑护理，对不对？对对，5600的护理、啊。对，所以现在大家你可以做的东西就是赶快去按那个 link 去 register， 然后呢你再回来看我们的直播，因为今天我们要教你如何祛斑 ，OK？ 然后Sabrina， 你在这个 Shakura 这边工作了多久？其实我在美容行业已经16年了。16年，嗯，所以你看过大大小小、黑黑淡淡的斑是不是？都有。哟，其实斑是不是很可怕？对，因为如果皮肤有斑哈，就看到人很老，显老。对，显老。嗯哼。嗯，所以如果做了护理过后，黑斑不见了，其实真的是年轻很多年的。OK， 好，来，那我们事不宜迟哈，好，我们现在进去我们的房间那边。对对对。我们去看一下，因为有一位朋友呢，他其实今天也是在现场的。OK， 他是在现场的，然后他呢就是做了大概有2次了这个祛斑的护理，我们今天要看一下他到底他的情况如何。我是倒退的走的方式，很厉害，对不对 ？OK 啊，你好 ，Hello，Tiffany 你好。那 Tiffany 他有什么问题？脸很美一下 ，OK， 来大家，哎，大家仔细看一下哦，看一下，嗯，来。来，我跟大家说一下哈、，Tiffany 的脸呢，其实对啊，整个脸它有一些蒙蒙的这种 melasma， 就是肤色有一点不均匀、嗯。然后我们也是有看到它有一点点的，你看到吗？这种黑点，这个是自来的是吗？不是，这一种是雀斑。雀斑？对，雀斑。所以我看到吗？一个、两个、三个。我好像也有嘞。对。等一下，我问一下他们先。哎，
你们快点拿镜子照相，拿手机啊照相，看一下你们脸有没有这种一点一点的。因为我觉得这个好像我们长期都会看到的，好像有一点一点哦，以为是痣啊，或者是普通的东西罢了。所以它是雀斑来的，雀斑，雀斑不是大颗一点的、啊。哟 ，OK， 来来来，你们自己看啊。所以这边有几颗，你再讲一次。So 眼睛旁边有两颗，一二，然后这边有两颗，三四，四颗。嗯哼。嗯，然后我们擦一下，用刮灯擦一下哈、哦，这些是的的确确是黑斑来的。So Tiffany， 看一下你的刮灯有没有颜色？没有没有。OK， 他们没有做脚，不是点上去了，那个是有水的。OK， 所以它不是抹不掉的，这个是真的。OK。嗯，四颗。So 等一下哈、哦、，Tiffany 会做我们的一次牛奶酵素的护理。Mm-hmm. 做了这个护理过后哈、啊，这四颗雀斑会不见。OK， 这么厉害。Mm-hmm. Tiffany， 你其实之前你做过了两次，是不是？啊，两次。其实这个牛奶酵素祛斑护理啊，舒服的吗？舒服。哦、oh, ，OK，、mm-hmm. 有没有牛奶味的？嗯，有。真的吗？因为老讲是。没有 enzyme treatment 嘛，对不对 ？OK， 所以呢，大家如果哈，你们下回 try 一次这个祛斑护理的话，你们赶快去按那个 link， 好了，你们可以去做。好，好，你们 enjoy 你们的 treatment。好，因为等一下呢，我们就要看一下现场直播。讲真的啦，我们做过这么多现场直播的这个直播，现场直播的直播，我们做过很多不同的产品护理的直播。我觉得今天这个是挑战很大的，因为黑斑、雀斑这些斑，它有没有这么快就可以不见？这个真是考验。然后我看到很多朋友已经开始有在 tag 人，记得你们是要 share 出去公开分享，然后你是要 tag 五个朋友啊，公开分享要 tag 五个朋友，好不好？明白吗？然后呢，大家按了那个 link 去 register 先。啊 ，register， 然后你就可以直接赢到一次的免费牛奶酵素祛斑护理，好不好 ？OK， 然后现在我要跟大家一起来看一下哈、哦，为什么我们会有这个斑出现？这个斑到底是什么？来，我们来看一下，好。其实黑斑的出现的原因哈、哦、有两种原因、嗯、一个是内部产生的、嗯、一个是外来影响的、嗯、所以内部的譬如说我们的荷尔蒙啊又或者是药物啊又或者是遗传啊都会让黑斑形成啊外来的药物、嗯药物是什么药物？会，如果女性吃的荷尔蒙药物啊，或者是一些、嗯、病痛的药物，它都可能形成黑色素的。OK， 我看到有一些朋友讲，为什么不能出门才来给这个什么免费的？其实现在是可以出门的，大家，只是你们要注意，就是要戴口罩。好，因为今天我来密维里，你知道多少人吗？真的还是有人的。OK， 所以大家。不要太过担心，但是你要出来的话，你就要注意，要戴口罩。OK， 这边全部人他们都是做出安全的措施的，好不好 ？OK， 好。所以现在我们知道了说这些问题哈、哦，然后黑色素啊，这个是怎样形成？是外来的因素。外来因素。对， okay、外来因素，譬如说太阳的红紫外线啊，我们现在时常对着电话、电脑的蓝灯和辐射。它都会刺激我们的皮肤底层，然后我们的 melanocyte 就会一直在长黑色素，我们叫 melanin， 所以表层皮就会有一层厚厚的 pigmentation。OK， 所以大家明白吗？紫外线每次有听到的，对，紫外线它就会刺激到我们的肌肤。对 ，OK， 手机你有没有常看手机？有了，有，电脑也是有，有。所以当你有看的这个蓝光紫外线，它就会刺激到这个 melanocyte， 对 ，OK， 它就一直产生黑色素，我们叫 melanin，、嗯、所以哈、哦、导致皮肤上面就有一层厚厚的斑。哟、yeah, ，这个要多少年才会形成？其实不会多少年的，有些几个月、一年都会有黑斑的。你再讲一次。其实不会多少年的，有些几个月、一年就有黑斑了。那，所以呢，靓姐啊，睇下喺个耳窝一笪雾斑咧哦，有一跌到咩识见人战神咧，几个人一主要战斗啲嘢，然后咩因为你识一个主角粗。我讲的卤肝油卤猪油这样紧的不是的，是因为刚刚那些问题，你懂吗？所以的斑很严重的，你真的今天要看完整个直播，好不好？要看完。所以
现在这个所谓的这个地方哦，它一直分泌这个黑色素。对，那我们要怎么办呢？现在这样情况？其实我的建议就是尽快做治疗，因为我们的皮肤如果有做治疗的话，它就会 control 这个 melanocyte 不要一直在长斑。然后表层皮的黑色素也慢慢帮它淡化。OK， 那有哪几种斑呢？其实。因为 我所知道刚刚我讲了是不是那几种还是有很多的，其实是黑斑有七种、uh-huh. 但是在我们顾客当中最常见的就是三种。哪三种？那第一种就叫做雀斑。雀斑英文叫 freckles。 OK， 所以这个雀斑它的形状是一点点的，圆圆一点点的，然后它会一开始就在脸颊。哎，这个等一下，这个我看到很多女生都有的，尤其是英国人。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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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他们讲这样子很 cute 吗？这样子是不是他们讲很 cute 哦？这样子，但是它会恶化，一开始在脸颊、在鼻子，慢慢恶化到整脸都是， yeah! 就不 cute 了。你真的吗？它会恶化到这样子？会会会啊，会。等一下，等一下，我看到有人有问问题哈、哦，这个说呀，有资料都不能 JB 没有 outlet 对吗？啊，这边没有，我们有八间分行、嗯、七间在吉隆坡、嗯、一间在怡保。这样怎么办？如果他们要做我们有产品，或者是你来 KL 的时候来做治疗咯。 OK OK， 来，我跟你说，你们不要太过难过先的，因为今天除了说可以给你们、哦、就直接免费做这个祛斑护理，等一下还有奖品送给大家，就是这个美白的产品吗？是不是？对对对，美白。等一下哦，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我再给你们知道哦，因为等一下我就会抽的啦。所以再讲一下，雀斑竟然会传染啊？会蔓延，就延蔓延。所以这原本这边几点，这边几点，它慢慢就会变成整个脸的，整个脸都是，额头有些顾客都有。那哟，所以这个雀斑如果它以后很多很多，它就变成什么？就会慢慢形成这种两角钳、五角钳的老人斑。谁有这个两角钳的老人斑？谁有？还是谁有这个？这个是五角钳的、啊、这个。这个两角钳、uh-huh. 然后慢慢就越来越大颗、uh-huh. 或者是它会一边二二边四，然后慢慢越来越多。诶，这个我看过嘞，我的去世了的婆婆、公公、对对对外婆，对，所以它叫做老年斑。老年斑，哎，这个好像会硬化的，是不是？是，它会硬化，然后它会出面，它会长毛。你们有听到吗？它会那个两角钳啊，它会硬化，它会长毛。对，它会长毛。长毛了不是变有痣？其实它不是痣，它是老年斑，它是恶化了的老年斑。然后。长了毛又硬化，最后会怎样？哦，就不好看啊，就是越来越多颗啊，整个脸都是啊。OK， 如果是像你讲你有黑斑，那你就要赶快按那个 link 哦，你去 try 一下他们的这个祛斑护理。OK， 尤其是那他感染啊，让你看子哈，应该捞眼斑呢，好多人都有了，一开始只系一扎啫。它是不是慢慢也会变成越来越大，然后很多颗的？对，一开始就是小小颗的雀斑、啊、慢慢它就会形成越来越大颗的老年斑、yeah, 一开始是5cm、嗯、慢慢变成十就是两角钳、嗯、慢慢会变五角钳这么大颗。哦，死咯，功力了、嗯、我朋友你7岁可以做的吗？7岁很少有黑斑啦。他讲有雀斑，他讲有雀斑、如果是有家族遗传的也有可能，但是我建议可能大一些你可以带他来了，12岁啊14岁啊你可以开始带他来了。不可以太早的、太早我怕他睡不到，就是他躺着他不能够有耐心一个小时的治疗。OK 嗯，好，所以干斑又是什么？就是因为肝不可以排毒，是不是？对对，这个 H bond、哦、有可能就是我们身体的毒素太多，肝脏不能够排毒，所以形成这种老年斑。嗯，有没有人会没有这个斑的？因为讲真的啦，为什么今时今日你看那个 sexo 啊，香港的 sexo， 还有那个翟霆锋的翟银啊，他们脸好像很美，对不对？可能就是因为没有斑的问题。看不到斑、嗯、因为一个人他有这个黑斑雀斑老人斑，讲真的是显老一点，就像今天如果这边有一打一打，可能你们就已经不爱我了。OK， 来，我们再看一下，那还有别的什么斑吗？
还有另外一种就叫做 melasma、嗯、哼，然后它叫做黄褐斑、啊、这种黑斑呢它的形状是一片片的，就是它并不是、它并不是一点点的，就是整片都是黑黑的啊。嗯，我有看过有人有是这样的嘞，这个也是有有有整片的黑斑，然后它会、蔓延，慢慢开始在发线啊，诶，这个我也是看过，对，在眼角啊，又或者是慢慢到额头到脸部下巴都有。诶，真的，来来来，你们看一下、哦、如果你现在的脸是有这个这边一打红红这样子、嗯、这个不是皮肤敏感啊，不是，这种是 melasma 黄褐斑，是咯，你看这边也是，我看过有很多朋友都有这个，对对，然后还有这个 OK 在发现、有人很紧张了，这个美丽姐美姐梨，她说请问一下价，假如要去做大概要多少钱呢？很紧张对不对，大家很紧张，我也很紧张，尤其是当你发觉这边、哦、一打的话，对，它又会蔓延啊，它会，不要这样蔓延，整张脸都是，整张脸都有。OK， 你不要骗人啊、嗯、你有没有骗人？哦，不会。来，你看，来，我帮你们问，有没有骗人？你要吓我们？没有，没有、啊、因为一开始都在眼睛的下面的部分，对，慢慢就蔓延到脸颊、嗯、或者是嘴唇上面都有。哟、嗯，真的？对，这怎么办？所以就是要尽快做治疗咯，来 Shakura 做治疗咯OK， 所以在这边做治疗的话其实是有什么治疗啊？其实我们的 Shakura 对于黑斑的治疗就是我们的 signature 的 milk skin treatment。 对了，就是那个牛奶酵素祛斑护理。对，那 OK， 这个牛奶酵素祛斑护理哦，你们听到的时候你们想到什么？其实我当初听到的时候，我想到那个香香公主啊，你香咗嗰个啊，喺蒙古啊，是不是蒙古啊？你每次看到武侠片啊，不是香香公主，然后她是用牛奶来冲凉，用牛奶来洗脸的。我不止脸上都有，手上都有哦，手上有，请问怎么解决？手上有？手上、嗯、如果手上有的话，我们有手的治疗。真的、啊，我们啊有手的治疗的 ，OK， 手有黑斑，很多人驾车啊，嗯、又或者是遗传啊，嗯、所以他们手有黑斑，我们在这里都有 pigmentation for hand 的。Yeah, 来来来 treatment ，姐姐，你看一下我的手是不是有黑斑？你看有没有？就是你衣服上面这里比较白咯，然后衣服隔着下面就有点。你这个嘞，这几个是不是斑来的？你被油弹到还是什么？不是，它就无端端长出来了。哦，是斑吗？有可能、啊哦，无端端长出来都是斑。如果是痣啊，从小就有了。它真的，你看，好像那梅花这样子的，它不是被油弹到的，这是斑啊、哦，这是斑。哦，死了！我的脸呢？我的脸没有斑。你的脸啊，其实你的脸旁边这边有一点点 melasma， 就是旁边这边有一些些。敏感来的，敏感来的。哦，敏感来的。嗯、然后眼睛下面有一点点小雀斑，嗯，眼睛下面有一点点。所以我还是年轻的，你们知道的啦，因为你知道年轻才有雀斑的吗？那他刚刚讲过了 ，Sabrina 讲过了，你们要记得，如果这个雀斑你不去理它，它会变成老鹰斑，因为麻雀就变老鹰了咯，就是老人斑。老人斑过后就会长毛变硬，然后就一直陪伴你哦上天堂。请问多少钱？等一下我再跟你们说哈，等一下等一下哈，你们都很紧张 ，OK？ 来，我们先看一下到底这个谬啊，就是牛奶酵素啊，怎样来做护理，就帮到我们啊。OK， 其实我们的皮肤哈有分内层和表皮。所以内层哈，当我们的皮肤不健康，细胞不健康，我们的这个 melanocyte 好像我们刚才说的，它就一直分泌着黑色素嘛，嗯、所以表层皮就有很多黑斑的问题。哦，所以这个可以去掉的吗？切掉的吗？不能。露易妹，你们等一下哦，一直在问问题的，你们等一下啊。请问这里来找这个是 Mid Valley， 你们可以找 Sabrina， 对 Sabrina，OK，、okay? 好，来，嗯，啊，这个 melanocyte 是不可以去掉的，因为它是我们身体的一个制造保护层的一个细胞来的，嗯，所以但是这个如果它分泌过量的话，就会形成斑 ，OK， 嗯，好，那现在我们如果是来 Shakura
Pigmentation Beauty Malaysia。 嗯，彩云，等一下我回答你的问题哈。所以这个就怎样帮到 OK， 我们 Shakura 就是用我们的 Shakura Melt Skin Treatment、嗯、它能够很快的渗透去皮肤底层、嗯、然后刺激皮肤的新陈代谢、哦、所以当新陈代谢好哈，自然它会代谢掉我们的黑色素啊、死细胞啊、皮肤的肮脏啊，所以当代谢掉的同时哈，我们的皮肤底层也是一直长着新细胞，因为新陈代谢好嘛、哦、新细胞就一直长，表层皮就代谢掉、嗯、然后新细胞就一直长、嗯、所以表内层健康，我们的细胞层够厚哈，细胞也饱满，表层皮就白白亮亮的。 OK， 所以大家明白吗、嗯、就是你做这个护理的时候，它就一直在刺激新细胞增长滋生，所以它把那个就是有色素的那些皮层它全部就一直把它就是代谢掉去 掉，所以当它去掉的时候它来不及长黑色素，那你就没有这个黑斑雀斑的问题，所以这个很好的。那我看到 Chris Mock 他就说哦，谢谢这个 Shakura， 因为她怀孕之后才有斑，然后呢还好Shakura 帮到她了，她是我的顾客是 OK。 然后丁敏说选择地球式公开分享，对，公开在地球啊，不要去那个火星。然后伟峰说脚也有雀斑，脚有雀斑的吗、有些顾客都有 OK， 这你要找 Shakura 了哦，解释那么仔细的坐在脸上很安心，是真的。然后谢谢很多朋友都一直有在分享，然后可以马上订购吗？是可以的，我知道很多人很紧张哦。我要带阿婆来做都可以。然后现在我要先给他们看一下哦，他们可以赢取什么东西先？今天我们有一个奖品嘛，对不对？对对。OK， 我跟你说，今天呢，我跟这个 Shakura Pigmentation 呢，我跟他们就是A 了五份奖品哦。除了说你们先按那个 link 啊。你们按这个link，你们去 register， 你们就可以哦，直接免费获得一次牛奶酵素祛斑护理。之外呢，我跟你说，只要你们现在是 sharer 哦，我看到 sharer， 等一下呢才会抽中你的话，你才有奖拿的，好不好？那给什么奖呢？就是这个了。Shakura 的这个 Bright X 的这个配套，对，这个产品，这个是做什么的？这个这个是我们的美白产品，嗯、so 这个是全套的那个试用装啦。So 它里面有洗脸的，嗯、洗脸霜、toner、收缩水、moisturizer 和 day cream。OK， 所以大家你明白吗？就是说，所以如果那些暂时你来不到 KL 怡宝，但是这个其实你们也可以赢回去。或者是你们要买也可以，对不对？对对，可以。OK， 你们按那个 link 都可以了。这个是可以祛斑的吗？可以，它可以让你的皮肤变白变亮。啊。嗯。然后要用多久？大概？其实这一套试用装哈，全套的试用装、嗯，你用完整套过后、嗯，其实你的皮肤明显会看到白亮的。哦、啊。但是如果你真的是要抑制内层和表层皮，当然是建议你来 center 做我们的护理。OK，、所以大家明白了哈，因为。这个产品呢，它还是主要是对外对外 ，OK。但是你要从里面哦去治疗，明白意思吗？你不可能只是查罢了，你查了，但是你里面呢怎么办？试用装多少钱？试用装有卖吗？没有卖，但是它价值是178。试用装是价值170。178，试用装是价值178。你们谁要的话，你们也可以按那个 link 啦哈，按那个 link 哈，按那个 link。那你到时候他们有人会联络你们，对，那到时候你说你要买这个也可以。但是今天呢，我们会抽五位朋友出来 ，OK， 抽五位朋友出来。所以呢，哎，我看到还有很多朋友还没有分享的，你知道吗？你没有分享，你没有 share。你要分享啊，你嘛分享，你嘛在 share 一只字呀，你嘛在 share 一只字嘛，唔得咧啊！反正我顶下个，就算我抽到你啊，你揽到只奖品咧啊。OK， 至于那个价钱，来，我先跟你们说，好不好？我先跟你们讲一讲这个价钱，好，好不好？可以啊，跟我讲一讲啊。来，我看给你们看一下我们做了治疗过后的照片。啊、不要给他们看价钱，这样。OK， 不要看价钱，先来。等一下，他们要很丢人啊！我们再去看另外一个东西先。
OK， 其实这些都是我们顾客的治疗，治疗过后的效果。好像你看哦，他有很多雀斑和老人斑，这个顾客是我们的顾客。这个是做了几次的护理？他是我们的长期顾客，但是、okay. 坦白说，如果真的是要 remove 的话哈、哦，十次你就会看到很大分别了。哎，这个是很严重的嘞，这个斑，这个是叫老人斑是吗？对，老人斑，一颗颗大大圆圆的老人斑，嗯，对，然后做了治疗过后是完全不见了，看到吗？哎，这个就明显就是安哥咯，很老咯，70岁80岁咯，但是这个年轻了至少10岁20岁耶，就是说这个80岁的话，这个是60岁耶，你们有看到吗？这个真的很滑了嘞，那个黑斑不见了。对对，他年轻了很多。哎，哎，有啲同诶，有啲喺埋讲客家话啊，同讲，来，哎，即你看佢做咗一扎治疗过去啊嘛。佢原本喺邊好多污斑咧，一老年斑啊，見到唔驚佢哋點啊？唔驚佢哋，咁樣見咩變優秀我哋咯？原來佢有得救咧，因為之前佢覺得冇得救喎，我之前覺得是冇得救的，可以，原來是可以救的，可以。OK， 啊，假如嗱，你分享出去啊，人哋同一啲嘅一條親戚啊，同佢哋講點啊？因為有啲啊，可能佢哋有污斑啊，啊老年斑見化妝見化妝啊，斬到誒遮得到的嗎？遮不到，化妝遮不到的，遮不到。因为它已经厚皮了，厚皮了 ，OK，、嗯、来再来呢？再来就是这一个顾客，他有两颗大大的老人斑、哎，然后还有一些小雀斑在这边。OK， 所以做了护理后，大家看他的脸很去了哪里？没有了，不见了。你有看到吗？应该至少有一角浅、两角或者五角 ，OK。因为毛一点耶，他的这个斑没有了啊。对对，不见了。你真的哦，好厉害，太厉害了 ，OK。然后这一个就是 melasma， 刚才我们说的 melasma 是整片的 pigmentation， 然后这个顾客眼睛下面也有，旁边这边也有 ，OK， 这治疗 melasma 也浅了，嗯，已经不见了。你们自己看，这比较，你要变成这样吗？这个就是好像你做女嗰阵时啊，嗰阵时咁靓系咪？18岁嗰阵时，而家呢个就系 Andy 咯，人哋见到你又叫你 Andy 嘅咯，一定嘅系咪？啊，阿凯贤一次嘅跌倒咯。人家斑其痕又再蔓延到一上在面白都变到油呀，但是你做的其变得很滑哦，这么滑嘞，白白亮亮的。对对，好看很多。这个顾客以前他说他要化妆出门的、现在他不化妆都可以出门了。我觉得很感动嘞。对，不同人士嘛 ，Bonnie Dan， excuse me， 你看一下一模一样的，看到吗？一模一样的那个美也是一模一样的 Hello 这个顾客有在 Facebook 帮我们拍过、照片，你们可以去 Shakura 的 Facebook 看一看 OK、来大家我知道的，因为、哦、每次我看这种 Before After 的时候呢，我本身也是觉得有没有这样够力啊，有没有这样厉害，所以呢如果大家 你觉得你怀疑，你去 Shakura Pigmentation Beauty Malaysia 你去看一下，他们那边有这个、女生，对，她这么名、这个、顾客、她叫我没有记错，好像叫做我也忘记了 okay, ，Madam 不懂什么，就总之是 Madam 了。他是 LI More 的顾客。OK， LI More 的顾客、嗯，还有吗？还有的在看吗？还有这个就是刚才我们说的雀斑， uh-huh. 你看哈、哦，雀斑一点点在脸上，然后我们可以我们的治疗可以把它弄不见。哟，你看真的，嗯、因为。刚刚有一个人讲可以素颜真的是太好了，真的。对对，可以。罗氏亮真的有这么有效吗？罗氏亮啊，他们没有做到这样子效果，他们敢出来秀给人家看呢？ 对, 对, 对不 对, 对？如果没有的话，你这样子硬做哦，等下他们给人家骂死啊，哈、啊，对不对？你们其实 Shakura Pigmentation 有几年历史啊？10年了。10年历史。所以你要知道，一个公司可以做十年哦，肯定是有它的原因的。对。啊给你做十年啊，然后讲给你毛孝，讲给你压人啊，两年执笠嗰啲咯，三年五年变个苍衰啊，要毛孝诶，毛利晒没有用了，对不对？但是做了十年，所以如果我们现在才知道的话，那怪只怪我们不好命，为什么这样迟才知道？真是迟好过你完全不懂 ，OK？ 迟好过你完全不懂啊？还有吗？还有的看吗？还有，其实我们有很多顾客哈，他都会他做到这是男人来的，男人来的。所以你看哈、哦，男人他的皮肤的 melasma， 整个脸的 melasma， 然后还有很多小的雀斑，嗯、然后 after 做了 melasma 都没了。对，有没有这样夸张？大家看一下，你看有没有这样夸张？你看这个。
而且它明显哦，这边最黑的部分，对，它已经是淡化到一种哦，差不多看不到的，对，而且你所讲的东西，它真的，而且感觉上它有笑容了，感觉上有笑容了，对不对？有笑容啊，真的。我们的顾客很多都带老婆啊、孩子啊一起来了，所以整家人都来我们的三个做治疗了。OK， 好，还有啊。还有最后一张就没有了。OK。那这个就是老人斑，然后它还有两颗小小颗，好像我们刚才说它长着出来，所以它还有一些小雀斑在眼睛的下面。所以 after 做了治疗，你们看这一个、各三个都。天哪！对，这个，苏师傅说，请问敏感皮肤可以洗吗？可以，可以啊，可以，没有问题啊，可以，没有问题，可以。因为你们要知道，这个不是 love 嘞，好、哦，这是老人斑，然后你们不要跟我唱。梅花三弄啊，一二三，它会变成梅花六弄、八弄、九弄很多的哈。然后你来小姑娘，她就可以帮你去掉这些梅花。OK， 好，就是这样子。来，我给大家看一下真实的效果。OK， 刚才的那个顾客， okay, 对，你们一直要问那个价钱哦。我跟你说，你看直播呢，今天肯定是有优惠的，但是先让你们看一下那个效果先。等一下我们再给你知道多少钱，好不好 ？OK， 来。这个就是刚刚我们一开始做直播的时候 ，Tiffany， 它不是有几颗那个雀斑的，是不是？现在那个效果如何？我们看一下。四颗。OK， 好。嗯。So Tiffany， 我现在这样看哈、哦，我觉得你是做了这一边是吗？这一边还没有做，所以很明显看到这边白亮，然后这边哈、哦、还是很暗淡的，大家都看到吗 ？OK， 有，哎，真的，我的手机啊 ，OK， 来。这边它是比较白亮的，这边比较黑的，对 ，OK， 这边比较暗淡的，它是做这半边脸，对啊 ，OK。然后刚才我们说它有几颗 pigment， 然后一个、两个、三个、四个已经 remove 了。哎，刚刚是很黑的哦。对，刚才是黑点，眼睛旁边有黑点，一二三四，然后现在已经是不见了。哇，所以这个是就。做了第三次它就可以这样子，然后接下来再做的话它就慢慢给它再修复，是不是？对，修复，因为开始不见它有点红，但是是正常的、对，几天过后这个红就没有了。对，因为刚刚我看到的时候就是好像有一点好像红啊红是什么啊，所以这个是正常的，正常的。 OK， 所以是不是看到希望了，希望来了，还有什么东西还要看？OK， 没有了，你们 enjoy 了。OK， 刚刚做不到半个小时耶。对对。所以现在在做另外半张脸。另外半边脸。OK， 很厉害，对不对？所以因为我们做直播呢，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好，因为如果我要做手脚我也不懂他们怎么做。刚刚他们已经是有用那个不是那个 cotton bud 啊，去抹了，所以不是点上去的。我自己在现场我也是看到。OK， 然后呢，现在很紧张。我们要做什么先？我们跟他们讲价钱，跟他们讲价钱啊！来，跟他们讲价钱来。我知道的 ，OK。来，我要问一下哦，你先不用举牌先。现在做十次这个护理要多少钱？就是其实十次就是刚才我们送的5600块。5600，嗯，很贵嘞。有没有 offer？ offer 可以讲吗？有 offer 啊？有。OK， 大家准备哈，我跟你讲。有 offer 啊，原本是5600的哈、啊，原本是5600，差不多5700了。现在 offer 多少钱呢？你们要注意哦，来一二三，3988。哇，省很多钱呢。对，3988。3988，我们还送100包的 glutathione， 就是喝的 glutathione， 就这边。十盒。对，十盒。十盒，所以每一盒里面有多少包？十包。对，就是这个你所谓的 glutathione 是做什么东西的？这个 glutathione 是我们的 anti-pigmentation drink，、它是喝了进去 for antioxidant， for 抗氧化剂美白，然后喝了哈，我们对电话、对电脑啊，我们的皮肤也有一层保护层。有没有这样厉害？真的，所以是内外调理。哟，太够力了！OK， 你帮我打开它先。Okay. 所以大家有没有看到？有没有看到？原本是5000多，所以现在给优惠价是3988，再送十盒，所以原本它的原价已经是变成8180令吉了。对，原本是8180令吉，现在3988就可以拥有了，便宜到 OK。要买的怎样买？
要买的你就click 那个 link， 然后我们有人会 call 你。OK，看到吗？你们要的话，你赶快现在 click 这个 link 啊，因为这个是直播优惠来的，所以如果你错过了的话，我不懂下次还有没有。又或者是你来到我们吉隆坡的，或者是怡保的分行都可以，我们会有顾问先帮你检查皮肤。好喝吗？水果的味道。它有那个莱奇的味道，水果全部都是甜的，好像有点花香哎。啊，有花的成分。其实它是很舒服的，就好像你在喝果汁这样子咯。对。但是问题是，喝了可以提神，增加胶原蛋白。对，然后它也是能够抗氧化剂。抗氧化，然后会反射紫外线，对，反射蓝光，它也会美白哦，好像不单只是脸手的斑啊，身体的斑啊，它也会美白。OK， 修风翁啊，来，我跟你们说，今天你要做十次这个祛斑护理的话呢，它的 offer 是3988，然后再送你这十盒啊，每一盒有这十包的。有这十包的 glutathione， 这个就是从内里面哦去滋养的 ，OK， 所以它很便宜耶。对，因为原本是5600多嘛，再加 glutathione 是8100。对，加上的是8000多，所以你是已经是赚到了的，你明白意思吗？5000多，它扣到去3988，已经是赚到了。然后现在你 order， 它直接又再给你十盒这个 glutathione 哦，所以真的是我不懂怎样讲。你们要买的话，你可以直接按下面那个 link 哦。大家也可以一直分享那个 link 出来给他们看到，很容易一直按那个 link 啊。OK， 你们看到吗？那个 link， 谁要赢取一次的那个祛斑护理，你们要先 try testing 的话。都可以，一次你按那个 link register 都可以，但是要倒回来哦，因为等一下我们要抽大奖。然后如果你要买这个护理的话，你也是按那个 link 罢了， OK， 也是按那个 link， 然后你跟他讲你要买这个就可以了。直播才有这个价格啊，如果过了等一下没有啊，你们不要在那边哭啊，好不好？ OK， 好，来，现在我觉得哦，我们来抽奖一下好不好？好，给大家兴奋一下，来，就是这个。来，各位朋友，这边我先抽出第一份哦。谁有分享的话，就是有 share 的哦。你们有 tag 人的话呢，等一下我拉那个手机，拉到就会有了。OK， 好不好？来，各位朋友，紧张呢？啊，到底会是谁呢？第一份哦。OK， 好，停了。对了。玉芬 ，OK， 玉芬，对，玉芬有没有得 screenshot 的这个玉芬啊？恭喜你，他是 sharer，OK，、okay? 恭喜你，好，来，再来呢，我们要选第二位了哈，第二位也是可以获得这一个的，就是 Bright X 啊，擦了它可以美白的哈，来，要打星星也可以打星星哦。哎呦。这个 Peggy Lee， OK， Peggy Lee， Peggy Lee 啊，恭喜你，看到吗？ Peggy Lee 就是你了。所以总共我们有两位了啊，总共有两位了， OK， 总共有两位了。好，大家，我跟你说，我们还有三份，所以在9点半之前我们都会送出去的。所以现在呢，我们要玩个另外一个东西了，请问你哦，你们要回答问题，懂吗？写答案就可以了。等一下呢，我就是抽答案对的人，因为我知道你们有些人不会 share， 我知道，好，你们一直在那边哭，我不会 share， 我要 ，OK。李魔力，我看到你也要啊。来，现在哈，我问你哈，今天呢，他们所推荐的这个牛奶酵素祛斑护理哈，他们的酵素是用什么来做的？难道这样难的问题？到底这个酵素是用什么来做的呢？你知道答案的话，你赶快写，你写10个，写100个都可以哈。因为等一下我拉到停在你那边，是那个答案的话，你就可以赢取这一 set 了，好不好？我总共有3 set， Bright X 啊， Bright X 的，看到吗？ Bright X 的这个产品了，非常的容易和简单。OK，
大家加油，赶快要 share 的话呢，要 tag 人呢、啊，还是要什么？尽量的努力再 share 好不好 ？OK， 麻烦大家，拜托，谢谢 Devily、Shamilin。OK， 价钱已经是讲得出来，你们谁要买的话都可以尽量去买。然后我要再问一个问题，就是，请问哦 ，Sabrina， 嗯，做了十次的这个牛奶酵素祛斑护理之后，那个斑会不见掉吗？会不见。那斑是肯定不见的，真的？对对，因为我们的治疗啊，嗯、并不只是做表层皮，嗯、我们的 Shakura 的治疗哈、哦，做表层也在做这内层、啊哈，所以我们的顾客来的时候哈、啊，通常都是这一个状况，因为保护层没有，所以黑色素就一直来。Oh. 所以现在我们做的治疗呢，就是让我们的细胞饱满，让我们的细胞变健康。所以哈、哦，细胞健康，表层皮干净，它就不会再分泌黑色素了。OK， 所以大家明白了吗？大家，你看，如果你一开始的时候，你的这个细胞它都还有很多这个黑色素，然后又不健康。所以它当然就没有办法说去掉那个斑，但是当你做了这个护理之后，这些不见了之后，你看变回健康的，所以那个斑就不见了咯，对，对不对？对，啊，已经有的雀斑我们可以帮你淡化或者是不见，然后内层也健康，所以问题就不会再回来。太好了，那如果说他做到这个护理啊，做好了吗？他就哟。我的脸好像变得很美了，他要继续再做，当做好像保养这样子啊，他可以要的吗？可以啊，可以的，可以啊。我们有很多顾客哈、哦嗯，都是在这里五年啊、十年啊都有。是哦。对，好像我们这些都是很多年的顾客。嗯。你看一开始来的时候，他皮肤是很老、很粗，然后有老人斑。对，这个是雀斑，对不对？这些是对，雀斑、油粒、嗯，然后这个是老人斑，然后整个脸比较粗。这个不是胎记嚟啊，你个系咩胎记嚟啊？唔系胎记嚟啊，呢个系老人斑啊。老人斑。说他做了他们的长期的护理，那对年轻了很多，整个皮肤滑了，然后整个脸也年轻了。他来了五年，现在好像年轻了十年，就很开心，顾客都很开心。哎，一开始的时候，你看这个女人也是，这个女人啊，哇啦，一开始她有很多嘞。对，一开始她很多嘛 ，last month 就是整脸都是老人斑、嗯，然后皮肤也看到很暗淡，拍照也不好看。嗯，那现在哈、哦，你看她的脸年轻了很多。哎呀，你们有没有看到？你们有没有看到？现在滑滑，然后、哦、真的也没有下垂了，你看到吗？现刚之前她的皮肤这里是下垂的。这哇，你们这个也可以帮忙哦，对对对，增加胶原蛋白了。OK。然后整个脸分分，然后很亮。很、哎、很感动咧，看到这个真的很感动。OK。好，然后还有的就是哈，之前很多 fine line wrinkles，、嗯、然后有老人斑、雀斑的问题、嗯，然后皮肤也很干，好、嗯、，so after 治疗皮肤变水分很多，光滑很多，然后老人斑和小雀斑都不见了。哇，对，真的，这个老人斑你看到几大个？这个差不多五毛钱了咯，这个哦，但是它竟然不见了，你们有看到吗？这个不是说你用 Photoshop 啊，你这样子做下去的，因为你用着别人的脸嘛。对。那如果他没有这个效果，他哪来今天这样子做直播啊？对。他会告他们的，你懂吗？对。这个顾客， okay? 他们这些顾客，他们都很愿意分享他们的效果给大家知道的。是啊。知道啊、嗯。对，所以我就说，因为今时今日，Gary 做直播，我也是希望我的直播的内容是有营养的。我也希望大家不需要现场来到这边，你才看到了，你才做决定，你要不要去选择他们的这个治疗，就是牛奶酵素祛斑护理嘛，对不对？因为以前我们是必须要走进来，你才可以看得到，就是说哦啊、我可以不可以啊？然后现在不用。你在这边你也可以看得到有没有效果，钱是多少钱，然后在哪里也可以让你知道。他这间呢是在 Mid Valley， Sabrina 是在 Mid Valley 的，你们要找 Sabrina 都可以，你有帮人家做吗？我有啊，我有啊。这几天你不是很忙？是吗？今天都很忙，今天星期六都有很多。Oh my god， 真的是这样，男孩子也可以给你做啊？可以啊，可以啊。真的，哎，各位朋友。这是做祛斑护理哈，你不要来靠雷啊！人家应该是结婚了的，结婚了，结婚了，哈。
惨了，那些人没有机会了。好， okay, 还有呢？好像越来越年轻，嗯、看到吗？皮肤变光滑、变亮，然后皮肤也年轻了很多。哎，有机会你要叫他们来吗？就是直接哦，让他们跟我们讲话。然后他应该是开心死了，你看，很开心，他感染，他感染，赖染有感染问题。你那个有雾斑的毛，你觉得吸引到的啊？你又不见了的啊？你们做着咯，牛脸好梳，一般的护理啊，做点个好七十八岁的那种亮刀啊，你看这个真的很紧嘞。OK， 你要知道，因为有时候啊，你的男人每次看到你的时候不敢看。正视你的眼睛，你知道为什么吗？可能他看到那个黑斑，那个黑斑会讲话，还没看到我嘞，还没看到我，看到很害怕，你知道吗？然后而且我要跟你讲哦，今天呢，我们今天问的这个问题呢，很多人都答对了问题，因为刚刚我说这个牛奶酵素祛斑护理是用什么来提取它的酵素吗 ？OK。所以其实很简单的，就是牛奶嘛，对不对啊？牛奶。所以现在哦，我要选出第三位朋友了，第三位 ，OK， 我就看一下哦，到底是谁啊？来，第三位啊 ，OK， 好，来咯，准备啦 ，OK， 准备啦，我拉一下啊 ，OK，Cindy、okay, 哈，牛奶，恭喜你答对了 ，Cindy 哈 ，OK。牛奶 Cindy 哈答对了，好，可以啊 Cindy 哈，哎，刚刚那三位朋友，你们自己 messenger 我哈，自己 messenger 我你的名字，然后你的电话地址 ，OK， 因为这边很多人啊，我怕找不到你啊。那三位朋友，我等一下再选另外两位，好不好 ？OK， 现在换问题了，牛奶过了，现在我要问别的，要问什么问题 ，Sabrina？OK， 我来问他，他看着我，他完全不懂。OK， 请问你哈、哦，这个我们给你的 offer 啊，做十次的牛奶酵素祛斑护理哦，现在给 offer 价是多少钱？OK， 你们知道的话，你们自己打下来。哎呦，死了，怎么给他看到答案了？你不要给他看到答案，惨了。我还剩下两盒，就是这个 Shakura 的 Bright X 的这个试用产品，用了一 set， 他们说你的脸就会有亮白的效果，而且有比较 firm 的感觉，是不是？对对。好，还剩下两分，大家努力的写答案出来了，好不好？不要再写牛奶了，不是牛奶了，现在过了，不是牛奶了。然后你去 register 了没有？大家赶快按那个 link 去 register。直接给你一次哦，这个 milk enzyme treatment 也很 cute 了，这个 milk enzyme treatment 好，免费直接给你一次啊，你就可以来做，做了之后你觉得诶好有效，你才买也可以。如果你现在买就直接是更加划算，因为是3988。我刚刚问的问题啊，不用请 ，OK， 你们自己写。你们要买的话也是直接按那个 link 直播优惠来了，直播优惠，你现在不买。下次就是5000多的啦，然后今天你买的话，我再跟你讲一次，十次的护理，不要再给他看答案了，十次护理再给你十盒这个 glutathione， 十盒那么多呢，然后里面呢就是每有十小包这个 glutathione， 看到吗？十盒，哎，原本这个是八千多块的啊，3988就可以了啦，哈，所以你们不要讲人家没有良心，你知道吗？啊，真的。我很感谢小库拉，因为找我来跟他们一起配合，然后也让我们长很多的知识，对不对？所以呢，这个 like 一定要给他们的。然后更重要的是，这个女的哦，她一直从开始到现在一直在搞着我。你们看一下，excuse me， 你在搞我做什么？我很靓仔是不是？是不是？你们看她，你想想看，她没有黑斑了嘞，你看美到好像 Coco 李玟这样啊，这个是谁的？当你没有斑，是不是很美？你看，是咯，没有斑真的很美，真的很美。你看下面有斑的皮肤，对，你看一下有斑的 ，OK， 这个是有斑的 ，OK， 看到吗 ？Sorry 啊，我不能够接受这样子的恋爱 ，Sorry， 你不要难过。好，现在怎样？
我们要看一下我们的顾客 Tiffany 啊，顾客好了，好了 ，OK， 来，我们去看一下哦 ，Tiffany， OK， Tiffany， 好，给他做回原位。那有时候大家会说，你们做这种 before after 的，会不会有做一些什么手脚？现在直接就看给你看现场的人 ，OK， 好不好？来，如果你们还记得刚开始的，诶，等一下，等一下，看一下。做白柳这样多的是咯，白很多白柳很多呢，对好对，然后刚刚那个有斑的地方我们再看一次，干净了，我们看整个脸的皮肤也白亮了、嗯、皮肤也干净了、嗯、刚才我们说一颗两颗三颗四颗都没有啦，诶真的哦，在眼睛部分我们看照片也可以看得到， OK 来这个是前面的脸、嗯、所以我们看之前他的脸是比较暗沉的，脂细胞啊，黑色素很多，对，然后做了 enzyme 其实不单只是祛斑、哦、它也可以去掉我们的角质层，也可以去掉我们的黑头粉刺，所以皮肤就变白亮，大家有看到吗？真的是哎，它这个是亮了亮至少一倍的嘞、哦、很紧耶，然后你看、啊、它的旁边 side， 刚才我们说一个两个三个四个看到吗，嗯，一个两个三个四个，嗯，在眼睛的旁边一个两个三个四个，嗯哼，然后你看现在这一个地方是完全白了，对 hey, excuse me where are you， 一二三四现在是不见了呀、yeah, 我要问一下我要问一下你的感受是怎样的，开心你以前有那个斑的时候你会觉得会影响你的心情吗？很讨厌那你是不是每一次都要化妆？是的，啊，很小力罢了哦，那些很讨厌，讨厌。但是你知不知道这些斑它会蔓延的吗？嗯，对。你现在几岁？你到底？28。28，我都觉得真的，因为你有斑的时候看起来像38，现在又回复了。20岁了，开玩笑，开玩笑，刺激到他。还有什么东西看吗？还有吗？还有吗 ？OK， 然后我们再看他，嗯、他另外一边的脸哈、哦，也是明显白了。嗯，所以很多皮肤上面很多黑头粉刺啊，很多阻塞的、啊，现在也干净了，整个脸都白亮了。哎，真的真的，你们看一下哈、哦。嗯，这边明显看到有些凹凸出来的东西。对对。然后这边都是滑滑的。哎，你们的那个手艺也是很强，很厉害。其实牛奶酵素真的是很好，嗯、牛奶酵素，当我们牛奶酵素一下来的时候哈，你会稍微有一点点感觉的，只是一点点而已，嗯、但是并不多的、嗯。但是它可以去除死细胞、黑色素跟毛孔的肮脏，所以我们的皮肤就健康白亮。嗯、然后回家擦产品啊，它吸收能力才更好。啊、，OK， 好，还有吗？还有吗？还有比较靠近的照片哦，刚才我们说的四颗、现在已经不见了、okay. 然后很多毛孔也明显小了，诶真的哦，对，毛孔明显小了，你们自己看看鼻子和这一个 side， 然后鼻子和这个 side， 嗯 OK 我问你了，如果你现在要去找男朋友，男朋友看到这个他会被吓到一下对不对，看到这个哦 OK、啊、你有男朋友了吗？你 Tiffany 找着找这，之前找不到是不是？知道。哎呦，阴功咯，都教你啦，早一点的啦，现在搞定了。OK， 可以，有问题吗？有没有问题？大家有没有问题？有问题可以问哦。因为今天难得呢，有 Sabrina 在现场，还有 Gary 哦，我会帮大家问一下。然后还有一个很美的美女一直在搞着我。OK， 地址在哪里？他们其实有8间分行，7间在 KL， 1间在怡保，对不 对？然后我们现在呢是在 Mid Valley 这边。如果你要找 Sabrina 的话 ，Sabrina 她就是在Mid Valley 的。对对对，有真的很美了你，美到。所以来 Shakura 啦就会美了。可以签名吗？以前我也是有斑的，现在我的斑都已经干净了很多。可以买几套？什么意思？Peggy Chu。Peggy Chu， 你再回答我，什么意思？可以买几套？你要买哪个几套？所以你要给我们看什么东西？那我以前都是有斑的，你看到吗？我的这个是我的脸的雀斑。OK。所以我做了治疗后呢，我现在是完全脸干净了。哟。这个我没有给别人看的。真的吗？现场可以看没有？现场不要。看啦、啊，脱口罩啦、啊。没有了，没有了，已经没有了。哟、咁靓嘅，你睇到冇？就呢度。哇。OK。看到啊，真的是美的OK 厉害，好，那今天我们是不是要谢谢 Tiffany 了、谢谢 Tiffany Tiffany、你最后来不要走先 Tiffany、你来
要不要跟大家推荐一下为什么你会选择 Shakura Pigmentation Beauty？ 因为他们的人都是让我觉得很舒服，嗯哼，我觉得很喜欢我的 consultant， 嗯哼，然后我很相信他们的 product。 OK， 谁是你的 consultant 呢？ Kitty 就是哪位？这个这位来看一看。嗨，怎么全部都像明星这样子的？这边都很美哦。Kitty 的手艺也很好。OK， 谢谢你 ，Kitty。OK， 谢谢。OK， 好，谢谢谢谢。好，可以吗？可以可以哈、哦，来，开心嘞。今天我总觉得今天做的这个直播、哦、它跟往常有点不一样，因为那个出来的效果非常的好。然后也是很直接的，因为黑斑、雀斑、老人斑这个东西，它实在是太烦人了，而且烦人到是自己没有办法去解决的。它不是说你用产品它就可以一下子消失，或者是用久了它就会消失，对不对？然后你可能就是要一边做这个祛斑护理，一边在用产品，就是内外去做这个护理的。哦，所以像今天给你们的 offer 哦，真的大家要好好的把握。刚刚那个人问买两套是什么意思？两套就是两套3988，可以吗？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哦。OK， 大家听到没有？哎，这样不是赚到？你买两套，这边总共是20盒哎，是20盒。哟，哎，赚到嘞！所以3988，如果你买两 set 的话，你就有20次，然后你有20盒。Oh my god！ OK。大家听我讲，你如果要买的话，你按那个 link 啊，看到那个 link 没有？按那个 link， 然后你去 register， 你告诉他那边有的填的啦，你要赢取，你要免费做那个牛奶酵素祛斑护理很长，或者是你直接要买这个优惠配套都可以的，那边有的啦，好不好？3988原本是5600多。然后没有送你东西，现在扣了3988，再送你10盒。讲真的，抵都懒，抵都懒。OK， 谢谢啊 ，Sabrina， 谢谢Shakura。好，现在怎样？我们要再选。再选。OK， 哎，要准备啊，等一下我们要抽那个大奖了啦。所以我现在公布答案哦，3988答案是今天的优惠价。哟，你们好聪明哎，果然是 Gary 的粉丝，太爱你们了。好，到底。谁可以赢取另外最后两 set 呢？就是这个 Shakura Brighton X 哦。来，我们来看一下哦。来拉一下。哎呦，中间这个 OK。Peggy Chu，Peggy Chu 看到吗 ？Peggy Chu，OK，Peggy Chu， 恭喜你 ，OK， 好，再来，我们再拉一下咯。OK， 伊娃胖，伊娃胖也是我们的 share， 谢谢你 share， 伊娃胖 ，OK， 恭喜恭喜啊，恭喜恭喜！但是没有拿到这5份奖的朋友，你们不要灰心啊，不要难过哈、啊，因为真的很多人参加，你们可以做什么东西？你们可以按那个 link， 按那个 link 了 ，register 了，你们就可以来做祛斑护理，然后呢？现在是有机会要赢取那个大奖，5600，对，终极大奖 ，OK， 终极大奖，来来来，我跟你们说，今天这个终极大奖呢是必须要有去按了 link 的人哦才有机会的。好，终极大奖就是我们 Shakura Pigmentation Beauty Malaysia 的 Milk Enzyme Treatment 10次啊，价值5600。OK， 谢谢 Shakura， 谢谢。OK， 到底会是谁赢取呢？我们在等成绩的当儿 ，OK。我们等成绩，等成绩 ，OK， 我们等成绩的当额，你们谁有问题的话，赶快再问一下 ，OK， 我们等他们的成绩啊，因为那个就是他们要看到那个，对对对，因为这个是必须要看他们的电脑哦 ，system 那边谁有去按那个 link 啊，按了那个 link， 然后谁有买的还是什么呢，然后我们才会有这个最终的那个优胜，就是幸运儿啦。好、啊，谁有什么问题？谁有什么问题？谁有问题的话可以问我，或者是 OK，OK，Ask、okay, okay, Winner PM Shakura Pigmentation Malaysia。哦，那个五个、啊， yes. 其实不用请了，我已经叫他们 Messenger， 我再传给你们。Cisco. 对，刚啊。Yes.
是 scroll 头，也是这样讲、啊、哦，真的，真的、啊，对 ，OK， 哇，哎，你们，我跟你讲，你们现在现场的朋友，你们实在是太幸福了，因为今天我们是拉手机来抽，抽到谁，你们就可以。但是我跟你讲，如果我抽到你是没有 register 那个 link 的话，是没有办法拿到那个奖的 ，OK， 是不是这样？好紧张，我到底有没有呢？我好像还没有 register link 哎 ，OK， 来来来。OK， 各位朋友，各位朋友，听到我讲吗？护理需要打针吗？没有打针的，没有打针的，没有。那个手机在哪里？好，拿手机。OK， 没有打针的。你刚刚我要讲什么东西了？很重要的嘞，刚刚我要讲什么了 ？OK， 好，不理了。现在到底谁可以赢取这十份呢、哦？十次的哈、啊，就是牛奶酵素祛斑护理呢，我们就来拉哈、哦。哎呦，你们不要怪我哈、啊，如果我拉到不好，可以吗？可以一次过买三套吗？可以，可以，可以。好，来 ，OK， 我讲停就停啊。Shirley Teo。恭喜你哟！快点 check Shirley Teo 有没有 register？ Shirley Teo 没有， Shirley Teo 没有。我开玩笑的哈，每次抽奖都是这样的啦。现在他们在 check 着，看一下 Shirley Teo 有没有 register。因为如果他没有 register， 没有 register 按那个 link 的话，他就没有了。因为我刚刚从开始直播的时候，已经一直在跟你们说要 register， 然后。Catch Lingo 他说皮肤干的人敏感的人可以做吗？可以，可以，可以，没有问题，没有问题。OK， 好 ，Shirley Teo 不会 ，Shirley Teo 没有哦。他说是不是不会？他讲他不会，那怎样？他有没有按 link？ 他讲的不会按 link， 不可以。Sorry， 他们。Sorry, Shirley. Sharon. 他也没有 Sharon， 他也没有。也不是 Sharon， 也不是 Sharon。OK， 你们。他不会。OK， 所以来，你们看 Gary 的直播，我要教你们怎样 share。OK， 就是按 share， 你要公开分享，这样你下次就可以拿奖了，你懂吗？不是说我不要给啊，是因为真的 law by law 啦，啊。你们又要拿奖又不要 share， OK？ David Lee， 为什么我看到你有 share 这个字的啊？ David Lee， OK？ 他们不会 share 地球那边要按公开分享。对，你们个地球要按公开分享。地球那边，哎呀，下次我要做一个直播是专门教你们 share 的啦，真的哦，太难过了。OK， 现在我们再来找另外一位 ，OK？Sorry、okay? 啊 ，Shirley， 你不要诅咒我啊 ，Sorry 啊。诅咒会有黑斑的哈 ，OK， 来，哎呦，这个 Wing Yin Liang， 你不是学的来的哦，但是我看你有没有按 link 哈 ，OK，Wing Yin Liang， 怎么你们不听我讲话的？啊，卡影哈，卡影，你哋爱听人讲话嘛？你冇，你哋爱 share， 你哋爱 keep 住 link， 爱 register， 你冇，你哋冇 register 啊，群众啊。感觉一个人感动，现在冇得拉太长嗰样点啊，冇得拉太长，有没有 register？ 也没有，有冇？有没有？没。OK， 没有 share 就不可以。OK， sorry 啊，没有 share 都不可以啊，没有 share 都不可以 ，sorry。Oh my god！ OK， 来来来。来啊，我再按下去先啊。哎，这个 Lee Peggy 哦 ，Lee Peggy 是不是拿过的哈？啊 ，Peggy Lee 拿过了。Peggy Lee 拿过了可以吗？不可以啊？啊？不可以，拿过了不可以，因为你拿了一个奖，这样子的咩？是啊，不可以啊。Lee Peggy 我不可以啊。啊？可以吗？他是学热来的，可以哈。OK， 恭喜李佩基，恭喜 ，Congratulation！
Peggy Lee， 恭喜你，恭喜你，真的太感动了，真的吗？真的哈，他有按铃啊，他有按铃 ，OK， 太开心了 ，OK， 恭喜你。然后，所以那五位赢取到那个XBT 的那个奖品的人，记得 message 我你们的名字、你们的电话、你们的地址 ，OK， 记得记得。然后 Peggy Lee 一定更加要咯，如果你们没有立刻啊，等一下明天啊，你们不要分享给我的话，我找不到你们，我不跟你们好了了，不跟你们好，不送奖给你们了了。OK， 来，最后过来过来，Sabrina 有些什么话要跟大家说吗？你在这边，他这边比较亮一点点。跟大家说啊，过来 Shakura 做治疗咯。对啊，对，你看，因为没啊，你在这边呢，看到 Shakura 啦啊，对，好，那。为什么你都会选择就是建议大家来Shakura嘞？因为马来西亚的天气太热了，然后现在我们在家很多时候都是用电话、电脑上班嘛，所以这个蓝灯和辐射都会导致黑斑，所以我的建议就是黑斑都是要照顾的，对，要不然有黑斑就看得很老，所以来这里不单只是表层皮祛斑，内层也健康，所以问题就不容易再回来。OK， 好，就是这样。好了，谢谢你啊。好 ，OK， 谢谢。当然，我也要谢谢 Shakura Pigmentation Beauty Malaysia 了，因为这次跟我的这个直播的合作呢，我觉得是很难得的，因为我从来不知道黑斑、雀斑是这样形成的。然后，从此以后呢，我会更加小心注意，因为太阳、紫外线、手机的蓝光都会导致我们有这个雀斑。然后呢？没有拿到奖的朋友们不要太过失望难过，我知道你们都有在 share， 你们都有在努力的 comment， 在 like， 我真的很谢谢你们，好不好？但是因为奖品都少， Shirley 丢啊， sorry 啊，不要哭， Shirley 你不要哭，如果奖了的你们要按 share， 你们要 register link， 你懂吗？你没有做到是没有办法，因为他们很公平的， OK， 所以我过后你们要去学一下，你看李茉莉她很努力，一直在教你们，谢谢你啊，茉莉，李茉莉哈，谢谢你哈。所以大家 ，OK， Chris Mo， 谢谢你哦，也 order 了那个 package， 你们谁要 order 那个 package 的话，想问一下 Sabrina， 现在是不是结束了啊？还是啊？现在结束哦，那个优惠配套没有了啊？没有了，送完了。优惠不是优惠配套3988的。配套3988。还可以吗？还有吗？还有。还可以的哈。还可以。OK， 你们要那个3988，你们就自己赶快努力的去按那个 link 啊，按那个 link。我不知道你还有没有机会了，但是如果你要拿到买到那个十次的祛斑护理3988很便宜。你来我们的店讲你的名就有了。OK， 或者是去他们的店这边，你讲我的名字 Gary 俊成的就可以。还有吗 ？Mavis Chat 有，你赶快按那个 link 去跟他们讲，按那个 link 好不好？就是这个了。哎，十次这个祛斑护理再加这个哦，十盒啊，刚刚讲了很多次了，8188了，8180。OK， 你们赶快去按了哈，谢谢你们啦，谢谢你们啦。我能做的就是这样子罢了。如果你不要拯救你自己，你要让你的斑去掩盖你的脸的话，你们可以。但是要过年了，千万不要带着斑去见人，好不好？太吓人了。好，3988了啦，做了就可以开心过年了。OK， 谢谢你们了。哎，你们今天真的很乖，很斑耐啊，谢谢你们，爱死大家，谢谢大家，拜拜。